一直笑着来，很痒吗？嗯，不要动了。男生我没有。所以这样是。上鸡会不会吃掉？看得出来吗？上面的。下面。下面的，可以吗？比较亮。因为我想说，男生不要放它像女生这么红。哇！如果就下面，还是再往前一点那个。因为男生，他的嘴型不对。那他成功了，成功。我要怎么样？为什么像摄影机还？哈哈哈哈哈！他好像很爱美。天大的笑话，化妆，你看，你们知道台上的主播都有化，超会的。你知道那个就是他们其实都很秀气的，福利，哎哎哎，先喝这个吧。福利，我就把头发往后抓。好吃哦！对啊，等一下就好，等一下就好了。哈哈，是啊，阿丽卡桃姐，阿丽姐，你拎起来好变啊！哎，来，等下就这样子去那个。好，你们要单吃。